现在看一下那个 PCB 板那个对位啊，这里是我们正常是左右两边屏幕的啊，这是左右两边一个，然后我们使用这个镜头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开关视频切换开关打起来，打起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 PCB 板对位那个镜头啊，那我们把灯边板这边放过来后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啊镜头可以移进来啊，你看得到，看到我们的 PCB 板那边电极。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条导轨，可以左右看那个 PCB 板的对位有没有对好，啊，都可以移动，啊，对，看一下那个对位对的怎么样，线与线之间跟那个 PCB 板之间有没有对齐，啊，这是调一个焦距，啊，这是里面这个啊，可以调那个焦距，啊，调一个清晰度，啊，都可以移来。左右移动啊，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视频切换的一个开关啊，打上去了就选择了这个镜头啊，打下去呢就是选择我们这个左对位这个镜头啊，玻璃对位那边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关掉的话直接可以把它关掉啊，不用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啊顶到最边边啊。